我就不信你关注完我不买我家粉条子啊！天天我就炖粉条子，不是炖就是吃，你就看这粉条有没有食欲了，想不想吃？喜不想？喜不喜欢吃？快哥姐妹啊，就咱家的款朝阳绿虾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可来大好事了。之前呢19.9买5斤的哥姐姐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，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6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，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斤还不够，另外老弟呢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的款红薯粉条呢也不是那种小杂牌啊，这个呢是朝阳绿虾子的，它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咱喜欢吃宽粉呢咱就去拍宽的啊，咱如果喜欢细的咱就去拍细的。并且呢咱家的款红薯粉条啊，它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您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啊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，好的红薯粉呢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结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好。像咱平常呢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，炖个鱼了，炖个肉了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它煮在锅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，平常呢咱炒个酸菜粉，炒个芹菜粉都是嘎下饭。哥姐们啊，现在呢厂家都已经卷到了17.9给咱发5斤，另外老弟呢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。厂家控价之后呢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6.9给咱发5斤的话咱赶紧去安排。